我是觉得我很自在，对啊，我是觉得我没有什么。影星拍 VR 电影，360度裸戏没什么。我要谢谢你们，因为是曾经有你们让我可以学习。39岁的影星日前才拿下台北电影奖影后，近来再度与导演蔡明亮合作，成为华人首部 VR 电影加载兰若寺女主角。尤其蔡导这句让人，我还是让他脱了。导演笑到变鬼，倒是本人很淡定。我没有觉得特别的困难，还是我变厉害了。哎呦，连放电也很厉害呢！有发电机称号的影星，任过的恋情仅有元大金控二少马维辰以及立伟之子林奕邦。若加入绯闻对象，就还有郑仁硕等等等。影星，这些对象你解释解释啊？我就是把我的对手当成我的同一个 team。哦，原来是种队友的概念啦。那现在有没有中意的对象嘞？就是互相认识，我也没有很多时间可以去约会什么的，而且我也不是那么喜欢，我是没有办法放弃我的表演工作的，所以如果没有办法接纳这一点，这个就是一个大雷。可是我会很欣赏那种很会下厨的男生，或是家事做得很好的。娱乐动新闻，听到没？符合条件的男性快来报名嘿！报道。